行周庆七十年，延边为你战光彩。哎，今天是2022年的7月24日啊，是我们延边歌舞团第四场的户外直播。那么经过了前几场的直播以后，我们大家反应都很强烈，说什么在外地啊，通过网络也能够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他们太开心了。对呀、啊，当然了，直播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延边歌舞团来说啊，也是一个小白，我们尽量做得更好，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乡，看到我们家乡美丽的风景，听到我们家乡熟悉的声音。当然了，这一切还得需要大家能够多多点赞，点点小红心，让我们延边歌舞团的直播间的人气能够往上窜一窜，往上涨一涨，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了解我们延边歌舞团。是的，是的，熟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知道，今天是不是今年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大庆。对呀、啊，我们直播的时候呢，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延边的山和水，更多的让大家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延边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同时让大家了解我们延边歌舞团的歌舞的美和魅力。而且我们延边是歌舞之乡、苹果梨之乡、教育之乡等等美誉特别多。没错没错啊。那么其实呢，今天直播啊，作为延边歌舞团的一员，我深知我曾承载着怎样的一个使命。哦，还有使命吗？那你看呢，什么样的使命？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延边歌舞团是我们全国专业院团里建团最早的一个团体，1946年建团，对，那么至今也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延边歌舞团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啊。那么延边歌舞团是中国朝鲜族文化艺术的摇篮，以研究传承和发展朝鲜族歌舞文化为主的文艺团体。是的，不过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抖音直播，是给大家传递一下快乐和这种开心的音乐，没错，大家分享一下互动的，没错没错。所以呢，首先那我们首先准备一下，好啊，我们再看一下吧。对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邀请了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是来自我们延边歌舞团的，大家鼓掌一下好吗？著名歌手，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还有青年歌唱家们都聚集在后面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对音乐开启好吗？让我们共同欣赏一首延边经久不衰的歌曲，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里歌声嘹亮，海澜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천리해랑강판붉은깃발물결치네
在外地的家乡的朋友，你们听见我们延边的声音了吗？你们开心吗？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啊！今天我们现场围观了有很多很多慕名而来的朋友，是的，是的，我们也有我们延边歌舞团的粉丝来到我们现场啊，是的，是我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地点在哪儿直播？北山，这是北山街道是吗？对，北山街道丹山广场。广场，没错。这么说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具体位置就在我们延吉都知道的北大夜市旁边的广场。对，非常出名的。延吉也是非常好地方，美食啊非常多，下一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没错、之前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直播的关注，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没错。那么在所有好朋友对我们送来的宝贵的意见当中，我们也做了简单的修改。我们其实说实话啊，也想做到一种让所有直播间所有人都能接受都喜欢的一种方式来直播。其实做到最后我们发现不太容易做不到。因为演员也不是万能的嘛，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嘛，我们也只能做到一点点的为大家改变，希望大家也能够学着一点点的接受吧。但也可以了，直播的收视率非常高，没错，通过这种平台呢可以宣传我们延边的美，赞扬自己的家乡的美，这也是我们一种走向奔向全国文明城市的一种没错，是不是？没错。哎，你这话说的不错哈。来，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刚才留言啊，说我们延边歌舞团的直播爆棚。哎，谢谢啊。不知道你是对我们延边歌舞团直播的祝愿啊也好啊，还是希望也好，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我们延边歌舞团的支持。温度很低吗？穿的这么多，您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延吉人啊。现在是三伏天气，但是延吉的温度是多少都知道吗？我跟你说，在直播间里边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南方的朋友，对啊，他们肯定是现在我就敢挑战一下全国的最低温度，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户外温度是多少。来翻开一下吧。二十度。看到吗？二十二度都不到啊。二十度。哎，对呀，二十度啊，你想想，如果刮了一阵风的话，我都有点冷啊。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季节您不来延边，不来我们这里做客的话，太凉快了，现在是。好，让我们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吧。来，有请我们美丽的徐美玉，我们带来好听的民谣歌曲。来，有请。好像是李相吉吧。顺序呢就徐美玉。刚刚有人听了，有人在公屏里面提到徐美玉了。徐美玉，必须得让徐美玉上，好不好？好，来吧，掌声有请徐美玉。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叫徐美玉。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延边歌舞团，多多点赞啊，来支持我们，谢谢。자타령불러드리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谢谢，感谢徐美玉啊。哎呀，这嗓门太好了，是不是？没错没错，刚刚我们朋友在直播间里说，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拍正脸啊，拍侧脸呢？其实我跟你说，我们是没挂美颜的。其实我们美玉挺漂亮，挺瘦的。只是对特别瘦，对对对，不到100斤，最起码这脸比我瘦啊。嗯，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留言说中国朝鲜族民谣赞最棒。对、嗯、对对对，谢谢感谢啊，他是传统民谣，咱们延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是传统民谣、哎、所以唱得非常专业，而且他这个鸟大林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了。没错、嗯、樱花，那我给你提个意见吧，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别老往那边瞅、啊、你多你瞅瞅 我就不想看，我就看个观众说话。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我知道啊，我知道大家都很热情啊，你刚才有拿手机拍的，但是你瞅我说行不行？好的好的，帅哥啊，对不对？你我真是太尴尬了，真是谢谢谢谢。其实大家看来到我们直播间能感觉到哈、啊、其实以往都不是我俩主持的，其实对于歌舞团的直播间来讲，我俩是小白一样的存在，希望我俩今天站在这里主持能够经受得住大家的考验，也希望大家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谢谢谢谢。是的，今天好像我也是替换别人主持、嗯、我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又找不着我在哪儿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俩已经主持搭档已经合作过10年，你像不像、哎、对对，这回找着我了是吧？我2012年开始到现在，对，你看着我说，嗯，对，没错没错，10年了，好多年。我看着你太熟悉了，不想看了，我多看看不熟悉的这些脸型，我多看看观众朋友们。行行行，你不想看我看屏幕好不好？好的好的，看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嗯，如果再配上延边美丽的风景那就更好了。哎，没错，我们正准备策划下几场要到我们延边非常秀丽的风景区，对，来为大家哎进行直播。少说话多唱，哥这不是不是少说多唱好不好？我也不想说这么多呀，那问题抖音规定了必须得跟您唠两嗑啊。对啊，你不唠嗑的话人不推我呀。两个小时的抖音呢、哦、再一个也希望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啊，朋友把你的屏幕多点一点，给我们延边歌舞团多助助力。对，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直播间的通过关注进来的这些打分、嗯、一会儿要看吗？我们先好，那我们先听一下我们民歌王子李相基演唱延边的歌曲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掌声有请，感谢用户615为我们送来的礼物，谢谢。来，有请李相基来。여러분들 제 신곡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끝을 알아 뭐 하랴. 우리 내 인생도 저와 같아라. 세월에 맡기고 그냥 가세나. 흘러 흘러 흘러서 바다로 가고, 흘러 흘러 흘러서 太好了！你别说啊，相机一唱歌，我们直播间的人数马上破2000。他唱歌之前还1800呢，哎，厉害啊！这么有人气呢？啊，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人气是289人。啊，你看的是哪个人呢？那是2287人。对对对，少看个零哈。现在，嗯，而且现在的本场的点赞数是12.2万。哎，谢谢大家对我们购团的支持啊！反正都这样了，您不妨再多动动手指，让我们直播间的人气继续在网上涨涨，突破200000，好不好？嗯，我们要求也不高嘛，对不对？对，让我们进来的朋友们点点关注，让我们一起感受朝鲜族能歌善舞，一起感受朝鲜族的文化的魅力。没错，没错啊！嗯、今天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是怎么样进来的呢？是通过关注进来的呢，还是通过我们抖音平台推荐而进来的呢？如果关注的话，您打个一；如果要是直播间推荐的话，您打个二，好不好？嗯、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每一场直播，我们后台都有数据统计啊，包括您有任何对我们歌舞团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回去以后都仔细的进行了整改。刚才关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下面说为什么不唱中文歌曲。没错，其实下面有中文歌曲的。没错，不要着急，我们是朝汉双语的。对，所以说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啊、所以呢大部分呢都是用朝语来演唱，宣传自己的家乡。没错，其次呢就是也有汉语的歌曲，也有正能量的歌曲，很多种的歌曲。 对，你说的对。是的是的，我总是不看、嗯这个，反正你看哪儿你都不看我，是不是？要么瞅那边，要么瞅这儿。好，我得看一下中心位置哈，嗯、是吧？对对对对。好的，来吧。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哈。嗯。如果唱得好的话，多给一下漂亮的礼物。如果漂亮的歌手出来的话，嗯、怎么样？应该要。我不知道啊。那我哪知道漂亮的歌手？你可以在家里跳啊、唱啊、送啊，最贵的礼物啊！是是，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们也不是要礼物的人啊！不是，不强求，不强求。礼物也是代表他的诚意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要，不要，不要，别耍啊！别耍，别耍，耍点点小心心就行了。是的，点为我们屏幕来点点赞，多双击我们的屏幕。好的。而且进来的朋友啊，特别是门口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啊。点点直播间进来以后，为我们直播间助助力，双击屏幕，哎，给我们歌舞团助助力，让我们的人气继续往上涨一涨。好的，只要大家开心就行。嗯、对，那么下一个下一个是谁？是谁呢？是我吗？啊？哦，夏玉你自己呀、啊。行。哦，正好是用汉语演唱，因为他是上过汉族学校，汉语特别好。下一面，请欣赏我们帅哥演唱给大家。哎，谢谢啊。그리운 고향 산천 와보면 그
걱정들 깨지 어릴 적 꿈꾸던 소망을 담고 꽃피는 땅 진달래 나의 고향 친구여 어서 와요 그리운 고향 산천 와보면 저도 몰래 감탄이 터질 테지 어릴 적 그리던 한 폭의 그리 희망의 땅 아리랑 나의 고향 아 这首歌我第一回唱出了情歌对唱的感觉啊，唱得不错。刚刚啊，屏幕上还有人说丽娜，丽娜我爱你，丽娜什么时候唱啊？对呀、啊，这不来了吗？好多好多，嗯，是的。谢谢。现在屏幕上刚才说很多汉族朋友可能也是喜欢延边朝鲜族的民族风格。没错啊，在这里我只是想说一点啊，如果大家在别的直播间听惯了一种声音的话，不妨在我们直播间里多坐一坐，感受一下哈。对，你今天第一次来的话，哎，可能是觉得不是很熟悉。你来两次、来三次、来四次的话，没准儿这就是很熟悉的声音，属于您呢。嗯、是的。在我们延边歌舞团呢，不仅是有老前辈，还有青年人，国家一级演员，或者是刚进来的演员也罢，我们今天呢都齐了。嗯，实话说，待会儿呢，我们要邀请一下我们延边歌舞团的
老一辈子的老前辈的一位人，没错，可能大家听过颜面的歌曲叫《祝妈妈长寿》，没错，这首歌脍炙人口，而且特熟悉啊。我们屏幕上还有人说啊，大学毕业去延边，哎，好志愿，延边的振兴就指着你来呢啊。延边的平均温度20度，没错，我们说话算数啊，你不来我告诉我们过去找你、啊。今天就是20度，知道吗？我们现在穿着。穿着其实挺薄的，有点冷。还有一个人说话啊，特别有诗意，羡慕死了。故乡情，故乡的云，延边歌舞团的男女歌手最帅、最亮、最棒。虽然说不是很押韵，谢谢，但是您说的特别的好，谢谢。我们掌声给他，谢谢，谢谢粉丝们，谢谢谢谢。而且啊，还有人说对延边歌舞团是非常有感情的，还是还喜欢花姐《红太阳照边疆》。花姐是谁呀、啊？花姐是谁呀、啊？今天来了吗？不知道、啊，没有啊。是你吗？是吗？那你把名字打全，你说花姐，我们歌舞团有10个叫花姐，你说是哪一个呀？那么老吗？花姐。好，感谢啊，对我们银花的支持啊，还有说有新作品，只要一直关注我们，都会听的。对，谢谢啊，对，这是待会都可以唱的、这是那个不要着急，棉花糖说的啊。一直关注一下抖音直播好吗？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唱吧，没错，直接唱一下我们民族特色的歌曲。好，邀请一下我们延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马夫子老师献给大家，来，有请马夫子老师。马夫子老师啊，感谢马夫子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直播间和现场的朋友献歌。是的，我们延边的老人都知道马夫子老师，没有不认识的。在这里呢，我怎么总结马老师呢？跨世纪的歌手，是的，跨世纪的歌手。这么说显得很老啊。马老师，来，有请有请，我们上来跟朋友来多唠几句好不好？来，互动一下好吗？好的好的好的，掌声一下。
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马福子，马福子米达，感谢米达，谢谢谢谢、啊，大家都很热情啊，也非常喜欢对，大家都非常喜欢你，对，你看你唱歌的时候点击率又上去了，是吗？而且很多，对对，很多人群众出来啊跳舞啊，喜欢这种朝鲜族民族风格的歌曲，对是不是？嗯，对。而且说什么呢，我们马老师哈、啊、一直一生都在活跃在我们舞台上，是的，他可以说他的歌声传遍了我们延边的大江南北，南北，哎呦帅哥，尤其是祝妈妈长寿啊等等，对，说实话我们延边是老人也好新人也好，没有不认识马老师的，在这里呢我们刚才粉丝朋友说了、嗯、马老师唱的真棒、哦、是我们延边之光、哎、而且谢谢这位朋友而且还有人说哈、哦、没听过马老师唱汉语歌，马老师来一首汉语歌吧、哦、好的，下一场我肯定唱汉语歌，好好的，而且啊而且下一场肯定会给您唱的而且还有人说啊马老师真漂亮，好棒啊！是啊，没变呢。你真有眼光。你知道他的年龄多少吗？这里不公开了，但是他确实是很年轻。现在没错啊，在这里我就看起来特别年轻。我就带粉丝问粉丝朋友问一下，马老师这么多年您是怎么保养过来的？对，怎么保养的？可以说一下。嗯、这么年轻，我真当真了。不是真事儿，嗯。我呢是66年属马的啊，属马。但是呢，别，咱年龄不报。年龄不报、哎、呀，这泄露年轻美女的年龄是保密的对，您怎么这么对要不然我站在美女边上显得特别特别的丑所以马老师保养太好了，我的年龄暴露了可能显得我年轻漂亮，是不是啊？是是是没错啊，马老师也是开玩笑，很谦虚哈、啊、嗯，好，谢谢，感谢马老师啊，谢谢马老师，期待您有更好的作品，谢谢您、哎、谢谢您，别忘了答应我们粉丝说的，我们下一场唱汉语歌啊，好的、嗯、一定的，好来吧，今天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哦，直播间现在马上人数涨到了3000多了，哇，3000多啊，朋友们，也不知道大家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边观看，我想问一下大家是70后还是80后还是90后啊？如果70后的打个7，80后的打一个8，90后的打一个9，好不好？让我们后台继续统计一下，这样才方便我们日后唱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是啊，我还想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单身的、已婚的？哎，这是你问的啊，不是我问的啊，是单身还是已婚呢？单身你就打个单，已婚就是、啊、可以随便。想报的报、啊、不想报的人都可以的，都是自由的哈、啊、我们是互动的，可以玩的啊，开开心心，大家开开心心周末玩一玩就可以了。好，有人说了啊、嗯、有70后有90后啊，有00后、啊、还有00后，不是1900后吧？啊，不能，应该是不能哈。啊，是2000。啊啊啊！对对对，对00后，哎，还有60后，哎呦，60后，您真是啊，真是谢谢、嗯，感谢您的光临啊，谢谢。嗯，还有70后、80后，主要是70后、80后、60后比较多一些。对、嗯，还有人说了，祝妈妈长寿，一看就是特别喜欢我马老师的。对，我马老师唱这歌非常出色，但今天的搭档没来啊。啊，没来，今天搭档没来，对，下回把搭档叫来，下一次搭档也邀请一下。嗯，好，谢谢。好了，这样吧，说这么多哈、啊，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来，下一位谁？啊，下一位我要唱吗？朴樱花、啊、是吗？啊，这样吧，来吧，我下一位唱的歌好像是不是群众点赞的歌，但是这首歌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没事。下你唱啥我们都喜欢听。下一步我要演唱的是《金达莱节日之歌》。哦。这首歌是为我们延边朝鲜族的金达莱节、哦，每年都有合龙金达莱民俗村举行的。四月末，金达莱花。满山遍野都是漂亮的金达莱花，好像过了、就是、这七月末了啊，对呀、啊、那也是感受一下四月份的感觉、啊、明年还是每年都是有的嘛，每年大家可以都、啊、可以再来一下延边歌舞团做客，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对，你这是为你的歌、啊、对，宣传一下我们延边，对对啊，不能说太多啊说多的话得交费啊那我就唱一下好吗，给大家唱一首，来，谢谢大家，有请樱花麦克风주세요，我
好，谢谢，感谢文峰，文峰为我们发发送来的礼物，谢谢。麦克可以放大一点。好，感谢蒂娜，感谢蒂娜 VVV， 感谢我们哇。谢谢谢谢，感谢全哥。好，感谢全哥对我们花花送来的嘉年华。叫花花，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感谢我们银花刚刚唱来的好听的歌啊！粉丝叫我花花可以，你叫我银花吧。那好，我叫的也挺别扭。有人还叫我花姐呢，我又那么老吗？来吧，刚刚我们银花唱这首歌，有很多的人在下面给你刷礼物，我们一一感谢一下吧，好不好？啊、是的、啊，我的粉丝，我能记住的其实也不多，刚才太多人刷了，特别感谢全哥，粉丝们，彩蛋给哟，全哥。刚刚给你刷了一个嘉年华，是吗？是啊，哎，谁呀？说了全哥，全哥，全哥啊，全哥啊，对，不认识。你这么说太伤人了，可以认识一下嘛，对不对？可以认识一下，可以认识啊，可以认识一下。来，大家给我们全哥点点关注吧，感谢全哥对我们歌舞团的支持啊。嗯，好的，谢谢您。对对对。还有我们刚刚很多的朋友啊，对我们朴银花送来的支持有很多，小心心还有亮了灯牌，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来表示感谢一下啊。我刚才感谢了彩蛋哦。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银花也是作为客串哈，来到这里跟大家所有的直播间朋友见面、啊、其实我们银花歌唱得非常的好，了解银花的人都知道，今天实在是有特殊原因啊、所以把银花请到这里跟我们大家来进行主持，当一回主播。嗯，因为大家可能也喜欢之前的主持叫吴爱玲，是吧？刚才还有人问他呢、来，我们在这跟他解释一下吧。是的，是的，吴爱玲啊、吴爱玲这前一段时间呢可能有点中暑了，然后呢他有点那个感冒严重啊，或者中暑了，这样的话他就现在在正在吃药养当中。对，持续的治疗当中。等他都养好了以后，可能下一个抖音直播可能让他出来，好吗？嗯，好好好，在这里我们也满足我们很多喜欢那个艾玲的朋友啊，是的，下回哎可能就看到他了，希望让他要好起来哈。对，没错。好了，樱花，唱了这么多年歌，哪一首歌对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当然是我唱过的《难忘的那一天》了。难忘的那一天，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宣传这个《难忘的那一天》吧。那这《难忘的那一天》也是正能量歌曲，就像、《红太阳照片家》啊，《野蛮人民热爱毛主席》，还有《难忘的那一天》这一类的，全是时代主题歌曲，没错，也是正能量歌曲。这些正能量歌曲的含义也是比较深刻的，这是对党的一种关怀，也是表现着祖国人民的一种感恩的之情。没错，刚才我们暖阳哥哥说了，特别特别喜欢，不知道你喜欢他是人还是歌啊？
不可能是人，我不认识啊。我要是我的话，我就喜欢人了。哎呀，别这样了。喜欢歌，喜欢人，我觉得不过分呢，这主持人十年太默契了，这个。啊，还有人喊了啊，难忘的那一天。嗯，还有人喊，对，吴爱玲、朴银花都漂亮。嗯。歌、哎、这话说得好，歌人最喜欢。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待会儿我可以再唱一下《难忘那一天》，待会儿休息一下，我再唱一下，好吗？对。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好哦，来对，下一个就请我们歌舞团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延边州非常有实力的音乐制作人啊，人气多的、啊，我觉得他身上标签特别的多，男音乐制作人，嗯，啊、男士也算标签吗？因为长得帅嘛，所以就那也不能叫女士吧。啊，音乐制作人、创作型歌手、对实力歌手、作词、作曲、唱歌都会。对对对，嗯、而且各个方面发展的都非常的好。对 对，来，我们先给他请出来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李学军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来，有请，来拿一个麦克吧，拿一个麦克，嗯。好，李学军老师，哎，欢迎您啊，又再次来到我们延边歌舞团的直播间。哎，现在能看到吧？跟我们粉丝朋友来打声招呼，好不好？嗯嗯。啊。这是几？直播间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大家好，大家下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咱们三位的，谢谢啊。不知道李老师啊，我们延边歌舞团发了很多您的那个视频的作品唱的歌，有没有留意到大家在你视频下面的那些留言呢？因为我今天参加的是属于咱们歌舞团自从有了这个直播秀以后呢，我今天是第二场。嗯，对，第二场。我一般没太看啊，没太看、嗯、但是有的朋友跟我说你去看一下。嗯，有很多朋友喜欢你，当然可能这样吧，今天正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的一起看一下吧，好不好？哎，可以可以、哎，可以翻开一起看一下。哎，翻开我们歌舞团的李学军老师的粉丝们，赶紧说句话好吗？来，你看有人说了，一二三，赶紧说话。实力派歌手，对，还有李学军老师唱的非常的不错，还有人4000公里外看到家乡真高兴啊，哦、还有说李学军老师是潮族歌手，歌曲当中。唱的最棒的汉族，哎，在这里边，谢谢谢谢谢谢啊，在这里边咱真得澄清一下，但是朝鲜唱的不了解不了解李老师的，还真以为对李老师是朝鲜族。他唱的《我的家在长白山》非常好听，对我对，那是他的代表作。嗯，那个借这个机会啊，跟那个直播间的家人，首先呢要感谢啊，对，感谢一直关注我们延边歌舞团。啊，关心我们延边歌舞团，以及关心我们所有的演员的家人们。对，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对对对，谢谢啊。嗯，我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嗯，我是正宗的汉族人，啊，正宗汉族人啊。原厂出，你要不说朝文朝鲜语的话，我们就以为你是正宗的汉族呢。啊、没错没错，我呢是从小出生在长白山脚下安图县明月镇的对一个县城里边。嗯、当然，我们家的附近全是朝鲜族。对对对。这个俄罗斯，我的祖宗马列萨萨的生的。哎，这什么呀？你看朝文朝鲜语说的多标准呐、啊！对呀、啊。因为我从小在那个朝鲜族的这个。屯子长大是、啊、我的左邻右舍呢都是朝鲜族、嗯、我从小啊可以非常喜欢朝鲜族的酱汤啊辣白菜啊 kimchi 啊什么、嗯、非常喜欢，而且特别是我们朝鲜族的这个老妈妈们朝鲜族的真的他们的人心非常善良、嗯、非常好，所以我对朝鲜族非常有感情的。谢谢谢谢，感谢李老师啊。刚刚我们朋友说了延边一家人朝语说的真好，一看就是懂行的人啊。啊，谢谢谢谢。我之前看到那个很多的粉丝在你视频唱歌那个发的视频下面留了很多的言，有时候什么李老师好帅，李老师唱的好，但是还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啊，在这里边说了说李老师的头型太有个性了啊！对呀、啊，太时髦了。对，确实，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李老师的头型确实有个性啊。那这样啊，这样，今天借此机会跟我们大家来澄清一下，李老师为什么一直梳这样的头型？嗯，好吧，那我今天真的哈、啊，简单用一点时间，好，跟大家、跟咱们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跟现场的朋友们，我讲一下啊。嗯，因为我呢是常年我们都在外地演出，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发型是长发的。
然后天气太热了，哦，一天两场，然后这个汗流的就不行，不好打理啊，理解。最后怎么办呢？觉得说就是懒的啊，对。然后呢，你剃光头了还不可以，然后怎么办啊？干脆就把两侧就剃掉吧，因为年龄也大了，两边的白发也出来了。我平时的话不这样打理的。除非有演出，我要对观众负责任，好一点的形象我们出现，就简单打理一下。当然，有的朋友说啊，这好贵呢，做了目的路，韩国的一部分那不但能给解，你是马的喊大妈的。他们说啊，这个徐军啊，唱的挺好的，但是你这个头型呢，你穿了韩服好像不适合，或者是不配。我呢，真心的感谢，我今天跟您说啊，如果您刷到了我今天的视频，我一定要感谢您。我想说谢谢您对我的关注，当然我觉得啊，头型配与不配，适不适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有没有足够的对这个民族的挚爱。我很爱，我很爱这个朝鲜族民族，我爱他们呢，爱你们的勤劳善良，谢谢，我爱你们的美丽大方，爱你们的真诚坦荡，更爱你们的能歌善舞。조선조여러분정말영원히사랑합니다。可以说韩国，行，李老师，我要差不多了，我要说一句话的当然这个韩服啊，怎么穿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演唱的曲目来定的，如果有民族风情的当然要穿一下韩服，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哎，对，我最好是把歌声献给你们。我最后爆个料吧，哎，好，我今年的八月份就要正式从延边歌舞团退休了，哎，这事儿咱就别，就是下个月，等一下啊，那多少人伤心啊，然后没关系，可能这样的演出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对，当然我要希望我把我所有的歌声献给你们，好，正值九三了嘛，对，咱们延边周七十年大庆，我也听说 OK， 您为了我们这次九三的来临也创作了两首歌曲，对不对？没错，我今天带了两首我的原创来到了直播间，哎呦，那太棒了，对对对，来这样吧，朋友们掌声多一点啊，来听一下我们李老师的歌曲，对，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原创歌曲《生活万年长》。我说一下啊，这首歌呢，因为马上要七十年大庆 ，OK， 我你可以 ，OK， 金龙辛苦你休息一下，你俩玩吧 ，OK， 烟花陪一下。这首歌是我最近创作的，词曲是我自己写的。作为一名老的歌手，也接近退休，然后正赶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乡七十年大庆，所以呢，我表达一份我的心情，就创作了这首。幸福生活万年长，今天是我的首唱，把我的首唱献给直播间的家人，献给所有的朋友们，撒哈米的好，这首歌献给你们，来吧，有请李学金老师，有请 OK 啊，우리같이춤춥시다，如果喜欢跳舞的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好吗，大点声音啊，来，一个美丽地方，我的家乡，我听它，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穿上节日的盛装，祝福歌儿唱给家乡，奋斗的岁月风雨过后，情洋洋，唱起来阿里拉，跳起来斯里拉，阿里拉斯里拉，歌声悠扬，唱出心中最美的向往，唱起来阿里拉，跳起来斯里拉，阿里拉斯里拉，歌声悠扬，我们的遥远未来，传承一代又一代，
就像浪花。好，感谢乐伴澎湃，为我们点亮的粉丝牌，已经打开。最美人更可爱，请他来花儿等你来，唱起来阿里丹，跳起来斯里丹，阿里丹斯里丹的修养，唱着心中最美的向往，唱起来阿里丹，跳起来斯里丹，阿里丹斯里丹的修养，幸福生活完美唱，唱起来阿里丹，跳起来斯里丹，阿里丹斯里丹的修养，幸福生活完美唱，幸福生活完美唱。谢谢莫子，感谢繁华，谢谢。真的，谢谢家人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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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啊，李学军老师啊，作为老一代的歌手，哎，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歌手来向他学习。谢谢，感谢我们朋友为我们李学军老师啊刷出来的礼物，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现在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这里，他问这是哪里呀、啊？这是什么直播间？来，银花给我们大家做个广告好不好？来，这里是哪？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北大市场的一个广场、叫丹山广场。广场，对对对，我们是跟群众这么多的群众一起互动的，对对对，在这里群众有很多很多人。您正在观看的是我们延边歌舞团的直播间啊，希望在门口的朋友可以进来，共同的来欢度一下我们延边朝鲜族的欢乐时光嘛，好不好？也希望啊，现在看一下我们点赞数已经到了34万了，让我们使使劲儿，共同冲破40万，好吗？来，让我们一起点点屏幕，多多点赞一下。好，来继续有请我们延边的一位歌唱家任香水，哎，不对，崔丽娜老师，来有请崔丽娜唱一首朝鲜族民歌。大家好，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唱一首《月打铃》，多多点点赞，然后那个延边歌舞团粉丝团。多多加入哦，谢谢。
来吧，直接上一下，谢谢，感谢崔丽娜啊！一下啊，直接上一下，下一位，哦，下一位，对，下一位是，谢谢，感谢崔丽娜老师啊，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很多的粉丝在这个屏幕里边一直等着你唱歌。来，下一位有请金香玲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来，有请。没错，谢谢，感谢飞哥啊，八三八七，还有车瑞士，对、还有很多的朋友，不停的送礼物啊，是啊，送了好几十个，没错啊，那礼物太多了，对，实在看不过来了，谢谢，是的，感谢一下，那接下来继续唱吧，好，有请谁？李赞宇老师给大家演唱。
달래 꽃 피었네 산에 산에 피었네 연분홍 물결에 가슴은 어느새 꽃잎에 물들어가네 신달래 피면은 내 사랑 온다고 바람이 전해준 달콤한 한마디 신달래 꽃 피었네 사랑이 오네 나비로 날아서 내게로 오네 산과 들에 피었네 연분홍 물결에 가슴은 어느새 꽃잎에 편지를 쓰네 신달래 피던 날 사랑도 핀다 같이 앞세워 나에게 오네 나비로 날아서 내게로 오네 나비로 날아서 내게로 감사합니다. 哇哇！谢谢谢谢，感谢文峰体育啊，谢谢。你知道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是谁吗？是他的女儿。哦，是吗？哎呦，谢谢谢谢啊！爸爸宠爱女儿。哎，银花，你还知道啊？咱们之前直播之前拍的那个宣传短片吗？当然记得了。你还知道里边说的那个口语吗？哦，啊，不是那个标语吗？对，标语是非常那个有人气的。巍巍长白山美四季，嗯，风情边城连三国，哎，不错。走进多情山水，感受七彩延边。没错啊，这几句话让你念的太有诗意了啊！这几句话形容的都是我们延边的秀丽风光。马上到九三了，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想来咱延边旅游，对不对？是。那么这样吧，银花，今天你站在这里，就当做自己是延边的形象大使啊，不对，这样说有点大，但是我想不是完全没可能哈。这样，给我们延边做个简单的宣传，好不好？简单的宣传一下，嗯，好吗？来，嗯，首先，来的延边的人一般都可以乘坐飞机或者火车，是吧？对。我希望呢，希望大家坐一些飞机或者火车的人呢。啊，如果坐高铁的话，是不是现在高铁通了？哦，高铁直接通到长白山，很方便，嗯，也可以直接通到延吉市，也可以通到珲春，啊，边疆金三角区，是吧？也可以通到你心里。是的，是的，这个高铁可以一网可以看到我们延边的美丽的景色。对，同时呢，你要坐飞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下窍门。嗯，如果从外地人坐飞机来到延吉的人，一定要坐飞机的右侧
窗口，哎呦，可以看到什么呢？不知道啊。长白山天池美景。哦，这个左右侧你都知道、啊。是的，是的、哦，一定要买个、嗯、买对了座位啊，好详细，要不然错过了看见，长白山天池。好好好、啊，嗯，所以这个呢，谢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延边是歌舞之乡，也是旅游的一种重点的之乡，是吧？嗯，延边还有这个现在全国文明城市之后呢，恐龙博物馆还有恐龙王国、哎、这几天好像人气特别旺，他们一天好像排队三个小时，人山人海、嗯、一天好像接待了2万多的人、哦、然后近期呢接待了20多人，但是也没有咱歌舞团的直播间人数多呀、嗯、当然对、啊、我们直播间对人数更多，对，不管怎么说、啊、宣传一下我们延边好吗？对，不管怎么说，通过朴运花的宣传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延边做客、嗯、总之一句话，嗯，延边欢迎你，不行不齐再来一遍啊，总之一句话，延边欢迎你，有请任贤淑老师，老师谢给大家。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임영숙입니다啊，现在现场下着雨呢哈，冒着雨大家啊都一每个人都不离去，感谢大家，감사합니다，多关注多点赞，多点赞，谢谢。神奇的长白山在等待，美丽的金丹来唱胸怀，一条银龙穿的情和爱，万千天刀下飘四海。是吗？而且直播间人啊，你看，再来一个啊，감사합니다，百听不厌呐、啊，喜欢的人太多了，谢谢大家的热情。我们任贤淑老师在我们延边啊，在文艺界是发光发彩，对，而且绽放了很多啊大家熟悉的歌声，承蒙大家的厚爱，너무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这样吧，今天也算是粉丝见面会了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有很多啊，说哎呀，任贤淑老师我很喜欢你，任贤淑老师您是怎么保养，又是保养的事儿，又是保养的
啊，因为有大家咱们粉丝的爱呀，都把我滋润的。啊，天天在大家的爱当中啊，是的，是的。嗯，谢谢。感谢我的粉丝啊，现场也来了，我看我们粉丝群的各位啊，谢谢各位。好，刚刚我们在下面听这首歌时，樱花刚才说什么？说这首歌怎么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刚才那个名字就是我在这里等你来这首歌其实就是好像是高铁是的自从我们延边有了这个高铁之后呢希望八方五湖四海的各位到我们延边来就创作的一首这首我在这里等你来对对对是的那也就是说坐高铁就能听着这首歌对、啊、是吧我们现在有自从有了高铁之外之后呢就是很多外地的周围的我们省内的之外呢还有从现在北京到我们延吉来也是就几个小时了对特别快很快所以现在到我们延边来旅游的客人特别多延边来美食的尝美食啊对还有美景啊歌舞啊风情对希望大家都到我们延边来啊哎好对来吧好的好的谢谢感谢任山初老师啊好的来吧对下一步我们可以再继续邀请一下是吧对对对来继续什么歌那么除了延边有这个山好美好水好然后美景什么美食之外呢我们延边朝鲜族也有美德是吧这个尊老爱幼的美德也是对父母是非常对尊重的尊重对朋友也是非常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一下对祝妈妈长寿这首歌哎呦这歌好啊今天本来就是马夫子老师和他夫妻两位唱的但是今天呢我和李相吉歌手给大家献上好吗好来吧有请来大家好多多点赞好吗一首晋江老歌献给大家点赞一下오늘은온집이바래기쁨이넘치는날어머니를높이모시환한날이갑니다아어머니오래오래안주세요가을여름이자리잡고서감사합니다谢谢啊哈谢谢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谢谢这首歌是传唱的没错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重量级的演员都跟大家一一见面了哎也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谁啊
现在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气啊，热度现在已经到了，点赞数是51万。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直播间的，让我们再使使劲，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使使劲，冲破60万，好吗？来，拿起您的手机，让我们共同双击屏幕，来为我们延边点点赞啊，为我们歌舞团助助力，谢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延边歌舞团。我们看一下粉丝们都说些什么，他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可以在现场可以点歌。好。包括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的。好，看来啊，我们有很多的人在打。哎呀，任香淑老师、崔丽娜老师，还有我继续点赞。哎呦，谢谢，换个名字啊，感谢您的支持。还有很多啊，想听阿里郎啊，还有任香淑老师，再来一个片花姐姐，马福子老师，很多。这样吧，都是。这样吧，我们来这样吧。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听很多的歌曲，但是我们无法一一为大家带来。我们选一种方式，截屏的方式，看看截到谁，我们就有请那位歌手来为大家唱出好听的歌，怎么样？好的。来，这个权利让给你，会截屏吧？来，怎么个截屏啊？这样，这个时间我们现场的，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啊，把你心中想听的那个歌手的名字打到公屏上。我们共同的321，来这样，共同的321截屏，截到最上面的那人是谁，我们就有请出那个歌手出来为大家唱歌，好不好？这样截，来我截吧，来。好的，我喊一下啊，来，准备好啦，粉丝们准备好啦，一、二、三，截屏。完了，三、二、一，这么说。是这样的。好吧。开始。三、二、一，截屏。好，看一下是谁。最上面的人名是谁？反正上面有崔丽娜，还有不是最上面，最上面是好像红毯照片加阿里郎，还有下面也是啊，很难忘的那一天也出来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了。哎呀，你这截屏的不好。不是，咱截屏来叫啊，我们看这最上面有人喊了一首《天路》啊，天路 SOO 点了一首天路啊，这样对天路这首歌都会哈，这样有请我们徐美玉吧。好的，徐美玉为我们带来这首天路怎么样？天路好吗？先给大家天路，来吧，来准备一下，歌词，歌词翻开一下就可以了。行，让他们在幕后准备一下，然后我们再截屏一个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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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直接全部截屏完了，可以啊，直接唱完歌，完全可以，来，还有点金润吉呢，还有金润吉。本来我们让金润吉想来了，但是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下回啊，下回有机会，有机会。来，你喊三二一。好的，三二一，截屏。看一下啊，哪位幸运的歌手？哎，任香淑老师，看一下，任香淑老师啊，不知道能对不对上焦啊？来，任香淑老师再准备一首歌，我们下面准备一下，来。这样我们再截个屏，来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把你喜欢的歌手的名字打出来，我们共同的来为大家啊截屏，看看，继续打一下喜欢的歌手和歌名 好吗？金龙你也在呀，不断的上去，还有谢谢还有好多什么，还有想听红太阳赵边疆的李相吉朴云花追随，哎呀这俩是还有追随都有了，追随的名字都能说出来啊，厉害，下一步还得我俩还得合作追随，还有喊崔丽娜的李相吉的，还有喊燕子回来的燕子归来上次唱过，对，还有红太阳赵边疆老师都有，来吧，再有难忘的那一天，再截一个来，好吧，三，那先来天路吧，好吧，他们都准备好了好吗？好，我们先截个屏吧，截第三个人，来，三，好的，三二一，截屏，看看是谁，哪一位幸运的歌手，朴云花，看看 是我吗？我看一下，没错是朴云花，对，行，待会儿我就唱一首，연을 피워도 반년을 피워도
없이 말가라 두 만강 푸른 물 청산 품었네 对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对徐美玉的支持，在这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在这里呢，让我们共同再点击一下屏幕，让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再继续往上涨一涨，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嗯，接下来呢，再有请我们著名的国家一级演员任湘书老师，献给大家《春天的家乡》。有请。봄날의고향여러분함께부릅시다저랑같이불러요大家一起唱啊春天家
谢谢，谢谢，感谢任湘书老师啊。来，下面的时间啊，继续为你请出你们心心念念的花花，来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啊！来，掌声有请。期待的难忘的那一天，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哦，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些这些伴奏哈，啊。你可以过来跟我一起主持搭档吗？是不是？不是，人家评好吗？ 人家聊天室里边，人家 就说我总抢你话啊。好了，我没抢，准备好了是吗？说的。行，准备好了，不用你了，我就唱一首。行，你唱吧。谢谢，我头发是不是乱了？不是刚才。那你自己弄吧，没办法。不是我们现场现在下了很大的雨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没有离开，大家都打个伞，是给现场的朋友们可以转一下这个。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拿着伞继续观看，非常感动哈。嗯，谢谢，也感谢飘萤花为我们送来的这首歌。刚刚有很多的人。在说飘萤花飘萤花、啊、给我来这首歌，跟大家喜欢难忘的那一天。对，你刚刚唱歌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给你刷了很多的礼物。嗯，是吗？谢谢。嗯，我们感谢一下吧，好不好？ I love you， 사랑합니다。
嗯，谢谢。好，刚刚我们银花唱歌的时候哈，也有很多的人对马夫子老师的呼声特别的高。嗯，这样吧，是不是下一步还要马老师？对，那肯定的呀。嗯嗯，我们下面有请马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怎么样？对。刚刚一直有人在打马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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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呼喊一下马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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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好，谢谢啊，感谢。哎，马老师，我们稍微做点准备。哎，唱什么歌？就唱那个，叫什么来着？铃铛吧。嗯，铃铛，啊、对，铃铛吧，把一首铃铛。只要是延边的歌曲，大家都喜欢听啊！对 对, 对，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现场的朋友们，掌声有请铃铛。也希望大家喜欢听谁的歌，把他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的话，肯定会把为您请出来。来，有请马老师。有熟悉这首歌的朋友们，一起可以。방금다시한것같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感谢马福子老师啊，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带来好听的歌曲。很多的人，是的，很多的人都特别喜欢马福子老师啊。那么今天马福子老师也送来了很多的歌啊啊。我帮你扫啊，我帮你扫，不用了，谢谢啊。谢谢谢谢，你麦克没有开。好，在我们前几场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延边歌舞团直播为什么光有歌没有舞呢？对呀，其实大家很不是很理解这件事情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为什么我们直播的时候舞蹈没有出来？是因为舞蹈太忙了，忙到确实是因为他们天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现在还在我们歌舞团团里排练，对，一天排练非常辛苦，舞蹈是最辛苦的，对，而且晚上一直干到十点多还不能睡觉，因为我们要奔向九三节大型歌舞晚会为准备，没错，
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个广告吧，希望大家能够对啊，八月末到9月3号之间吧，在延边歌舞团也是大型歌舞晚会，进行在我们延边延吉市最大的，好像是也是这个民族文化宫，好像是对、最大新盖的剧场，对对对，嗯，跟大家是的带来刚才在这里扫雨的扫水的这位人，这虽然说舞蹈来不了哈，但是咱们延边是歌舞之乡嘛，对不对？随便叫上来一个人，我就不信他就不会朝鲜族舞，是不是？对，来这样，我拽一个人上来哈，就这样，不拽别人，就拽刚才扫地那个怎么样？行啊，来来来，赵勇，赵勇来，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刚刚我们在这扫地的啊，今天是工作幕后工作人，谁？其实他，哎呀，谁专业呀？谁说？吓一跳、啊！谁说舞蹈必须得专业的人来呀？这样，赵勇能不能有信心给我们来一段舞蹈？不好意思，我是专业的。你是专业的啊？今天是隐藏着。啊、之前一直在从事舞蹈部的工作，然后为什么我没去排练？他们在排练，是因为我调到了后勤行政工作，然后今天是。你们所有的那个管理还有你们不重要，重要的是跟我们跳什么来。我啥也没准备啊。大家喜欢不是怎么没准备呢？你等会儿，是不是喜欢相貌舞呢？喜欢相貌舞的举手，喜欢相貌舞的点赞好不好？来来来点赞。你没准备我有准备啊。这边现场很多人喜欢相貌舞啊。我说刚才看见相貌了，不知道拿的啥意思。对对，给他这样吧，好的，我们为大家满足一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舞蹈特色。一分钟时间，我把这个相貌戴一下，然后不是你在现场戴，没事儿，没事儿，来来来，没事儿，啊，换一下鞋呀、啊哦，啊，马上、哦，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太专业了，专业的还是不一样，要求真高，要我随便戴个帽摇两下得了，准备工作也非常。好，谢谢。还要换鞋。那这个时间啊，也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希望大家能够打出你喜欢的歌手的名字。那么如果您出现的歌手名字越多，我们将有请那个歌手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啊。嗯啊，你看看有孟庆石老师啊，还有李向吉老师，再来一首。崔丽娜老师。对。还有李赞宇姑娘，来一首。啊，李赞宇姑娘，李赞宇姑娘，姑娘啊，对啊，刚刚出镜了啊，这个孩子不能唱啊。还有崔丽娜，崔丽娜，地不滑吗？确实有点滑，确实有点滑。一会儿演的时候啊，小心点。现在满地都是水，我现在在水中飘扬。确实滑啊。任湘书老师，来快打出你心中喜爱的歌手的名字，放在公屏上。嗯，谢谢。好的，都是水呀、啊。好、啊，哪一个老师唱阿里郎好听、嗯、这个问题问的，嗯，哪一个老师唱阿里郎不好听你告诉我。对呀、啊、我觉得哪一个老师唱阿里郎都好听啊。对，谢谢。那要不唱一首歌？还是还有喊金香玲老师、李学军老师、都来了、这样吧，嗯，刚刚我们啊看到很多、啊、在聊天在直播间里边朋友都打出了李学军老师还有崔丽娜老师两位老师，这样对下面的时间我们带大家看领略一下我们延边的朝鲜族舞蹈以后，嗯，有请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怎么样？好的好的。嗯，他现在已经穿上了特别专业的朝鲜族的鞋子，是专业的人、朝语叫考信，对，知道吧，汉语翻过来叫汉语鼻头鞋，鼻头鞋、鼻鞋哦，考信啊，对吧？ 是这样哈。对对对、嗯，这个幕后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错，要不然待会儿失误了。专业的人就这样，是不是？你要我的话，直接戴个帽子上来跳两下就得了。哎呀，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想说一下这个，一会儿啊，那个因为下面有水，然后这边还有风，嗯，有可能会失误，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啊。我继续，然后掌声好啊，希望大家点赞关注，不要停啊。好，谢谢谢谢。好的，想请那个李向吉，向吉哥，嗯，他唱《红太阳照边疆》，然后、你就跳是吗？摇一段。好、哦，好啊，好啊，来吧，有请向吉啊，有请李向吉老师唱《红太阳》，赵勇共同来完成这个作品，他们两位的表演。不，那个这样吧，我们延边歌舞团不光是我们歌手们唱歌唱的好，我们后台的那个作曲家们也挺出色的。我来一首我们单位的那个王少鹏作曲家作曲的新歌好不好？来一首迎宾调送给大家。
来，大家拍拍手好吗？云从天边来，雨从海边来，远方的客人啊，你从哪里来？带你探长白，带你看林海，带你走进我的洁白的春山，请你歇歇脚，请你留下来，伴着我的阿里郎跳出你精彩。这里有美酒，这里歌如海，干了这杯八根里暖暖都是爱。呼，来，给大家掌声好吗？够帅。风从北方来，雪从天上来，来带你冰上飞，带你雪里海，带你走进泼泼里洁白的春山，请你歇歇脚，请你留下来，伴着我的阿里郎跳出你精彩。这里有美酒，这里歌如海，干了这杯八根里暖暖都是爱，请你歇歇脚，请你留下来，伴着我的阿里郎跳出你。谢谢，谢谢大家，来，谢谢赵勇啊，赵勇，赵勇啊，赵勇，希望大家能够谢谢、谢谢赵勇老师，关注我们延边歌舞团，关注我们延边的舞蹈啊，谢谢，真是太棒了。是的，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很难，特别难，因为晕头转向啊。对对对，不光是这样就完事了，还得头还得怎么摇？这样，你要这样不好的话就偏了就。偏了，对。谢谢，很多的朋友啊都关心赵勇，说地滑，哎呦。地华你那个小心点儿，而且还说舞蹈跳得太棒了，特别专业，赵勇，对，谢谢，专业专家，没错，刚刚为您带来这个刚刚为您带来的这个舞蹈呢，他的名字叫赵勇。好，赵勇，来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好吗？让我们的赵勇看到，谢谢。好的，谢谢。好，下一个谁唱歌？哦，下一位我们直接就点一下吧，好吧？刚才点了，刚才点了。崔丽娜老师唱一下好吗？崔丽娜，对，很多的朋友都在想听她的歌。她准备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民谣，献给大家，掌声有请。来，有请。大家好。I'm sorry.
절시구조 다 절시구조와 북장구를 울려라 세시 唱一半，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李学军老师再唱一首好吗？有请李学军老师。今天带来了两首原创啊，刚刚第一首原创大家已经听了，来吧，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下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好，家人们好，大家好，带来一首啊，特别特别的爱你，那么那么사랑해요。好，献给直播间的朋友、家人啊，祝大家身体健康。OK。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为您带来的歌曲，喜欢我们为您带来的快乐的气氛。真的啊，时间流逝的真的很快，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发布的公屏的那个短视频下面留言，让我们看到。是的，山水之间，幸福延边。朋友们，家人们，这里延边歌舞团直播间，让我们下期再见。来吧，让我们继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歌声嘹亮，海澜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延边人民纵情歌唱，我们心中的红红太천里海浪浪盘，붉은 깃발 물결 치네